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制药三六零第一册历史单元为证六礼乐二三零。富贵而知好礼，则不骄不淫；贫贱而知好礼，则志不赦，这条出自于《晋区礼记》。 富贵的人，如果乐于学礼守礼，就能做到不傲慢、不放纵。所以这个礼呀、啊，啊，也就是呃，降服骄慢的控制啊,啊，这个放纵的啊。如果没有礼呀、啊，那富贵啊。 很容易就骄淫了、啊，骄傲啦、啊，骄慢啦、啊，啊，这个这个啊，瞧不起贫穷的人了、啊，那自己就在生活上啊，各方面啊就放纵无度了，啊，这个这个骄奢啊，放纵啊，没有这个理呀、啊、来节制，那必定啊，就是会骄淫了、啊。 啊，赢就是做什么事啊都过分了，啊，因为有钱嘛，啊，有地位，有权利。啊，啊，我们一般讲权、啊、力的傲慢啊，啊，这个就很容易啊骄淫、啊，这是讲富贵，富贵的人呐、啊，啊，如果知道好礼，很乐意啊来学这个礼，来守这个礼，那么他就。 能做到啊，不骄不淫。那反过来就是一定会骄淫啊，不不学礼呀，啊不守礼，那么必定骄淫啊放纵。贫贱而知好礼，则自不慑啊。贫啊，就是贫穷，就是没有财富了，没有钱；贱就是没有地位。贫贱的人。 也很乐意啊，来学习这个礼节啊，守这个礼，那么就能够在任何场合啊，心智不惑，不惑就是说他心智啊不会被迷惑也，也不会怯弱畏惧啊，他能够很坦然啊，也很自在的啊，在任何场合啊啊，他知道。 一个进退啊，所以他能守这个礼，心智啊不迷惑啊，也不会怯弱畏惧了啊，也不会觉得我们一般讲哎呀这个自卑了啊，这些这些心态啊也就不会有所以这个礼啊，不管是富贵或者贫贱啊，都必须来学习。 来遵守，这样彼此就相安了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